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从这里出玉门关，必经驰骋，着险溪谷三地，地势险要。照我看，曹少卿一定会把大军埋伏在这里，而西面是一条干了的河床，我们就兵行险着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 周怀安他还没有出现。周怀安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，他之所以能够坐镇八十万禁军教头，也是杨宇轩一手推荐。咱们用这两个小的做饵，不怕他不露面。哎，渴死了！那给你喝。大叔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喝？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过来，让开手。好，谢谢。别急，慢慢喝。姐姐，你喝，我不渴，你喝。 人来！快点犯人，官命难违，不奉杀了你！慢着，我们是来救人，不是来杀人的。要杀，就杀东厂的走狗。你们把孩子快放了吧，跟我们走，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。别跟他们废话，快打开枷锁，听见没有？ 这些只是虾兵蟹将，大鱼还没出现。龙剑，来！
这个不是周淮安，周淮安不是这种江湖功夫。周淮安工于心计，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，先把他们放走，我要把他们一